也是我们造兰堂未来努力的方向。我希望我们以后建筑啊，还有以后的设备啊，能够朝三个方面向啊去思考。第一个，希望能够以后啊，这边啊能够保存原来的面貌。所谓原来的面貌，就是说有要结合我们这边的以前的产业。我们这边的产业是什么呢？